OK， 你看我们头发多长，长到你夹不起来了。我没有试合夹的，因为你的头发这么软。你看保养的多好，我的是超柔软头发，咖啡因洗发乳太厉害了。意思是我投资很多钱？几千块吧。你花了几千块让我的头发变软？哦，等等，虾米，我的记忆卡坏掉了。开剪它就坏。你敢吓到他了？邪恶的记忆卡故障。Let's go。你这样就可以去理发厅上班。没有这么辛苦。他示范的脱发没有这么多。你拿那个剪刀那么大只，手应该比较酸吧？是有差的，我也是稍微斜一下。这么酷炫？远离耳朵远一点比较好。你想把我头发拔掉是不是？是梳子太烂了是不是？这个是五个月的头发哎、欸。哈，我们有这么久没有去吗？应该是1.5倍的头发，你想要一毫米一毫米的剪。你要把我的头发剪成 PM2.5。下面怎么掉这么少？下面怎么掉这么少是怎样？你希望整个地板都变黑色的？你是在拔毛？好像也拔到毛吧。我是不是以后都长不出头发了？你头发要脱落了。你的两只腿可以站好吗？这样比较好。你要侧边是怎样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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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稍微。我错了，头发往地上就好了。头发往地上。我错了，这样子这样子。我最前面这一撮。最前面这一撮搞定它，因为它会掉最多，会掉到你的手缝哦。烟赌仙，把你剪成阿呆头，现在是要。你喜欢阿呆头？最后一招忘了。什么？还有最后一招忘了。吓你！你剪头发剪到吓到了。中间为什么蓬不起来？中间蓬不起来，因为我没有涂发蜡，因为你旁边剪太少了，你一定是没有帮我梳头发。你想把我头发全部扯下来？你想要让它蓬起来？为什么要让它蓬起来？那你就梳梳头发。这样有蓬起来？有。对吧？我要去拿小的剪刀，应该差不多。是哟、哦，哇，我是毛怪。帮你剃两边就好。你等一下那个裤子，黑色裤子。我在浴室的时候，麻烦帮我甩在 shower area。你想加点调味料吗？你有认真听吗？没有。可以啊，在这里脱裤子。你想要我裸体剪头发是不是？应该还可以，你自己看，我旁边再修一下就。魔法师。应该还好吧。我怎么知道？你现在看不到你自己吗？我知道啊。等下看起来还好，还像个人就好。还像个人是不是？你前面的头发是剪哪一边的、啊？你要分边的。你想要让它直直线、啊？老师这是没分边的。那就直直线、啊。哦，没有哦。对，谁打我？就很恐怖了。那就你不是喜欢慢慢来吗？他不行，他不行，他一气就没了，他一气就没了。那你一定是魔法师，我耳朵都快聋掉了。明天早上爹地拿起刮胡刀，发现全部都是毛。真的啊，斜没关系。这样斜的剪，这么酷炫。朝地震荡，不是啊，这样就头给我一下。头给你一下。正的就好了。好像还可以。好像还可以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
你觉得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左右还算对称啊。现在乍看都还好，像头会有些不一样。好的，下课了。下课你要看看。怎么后面怎么头发这么多？你觉得后面比前面好看？漂亮。就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你刚刚怎么没有把戴森拿进来？阿呆嘛。今晚想来点头发大餐。嗯。裤子呢？全部都是头发。哦，不用房间，还有餐椅区。妈妈 here。